个东西它也太实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洗澡也可以把它放在旁边看着，对吧？你只是洗澡只是看着它吗？也可以均匀的涂抹在身上，均匀的涂抹。涂抹在身上以后，你应该会非常这个香香的。它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味道，这个现在应该是草莓味的吧？然后咱们还有这个红烧肉味的，这种都有。那是味儿有点重，对吧？还有没有哪一首歌比较适合这个东西 ？Cover me， cover me， cover me， cover me 可以吧？那得 cover 全身了，全场也是。所以让让啊，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？香皂，接近，接近，肥皂。他和你说的这个东西是配合使用的，搓澡巾。哎，那个球，香香的，哎，挺好的。对时尚有一些自己的了解啊，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